媚娘没怎么惩罚我们，你开心一点。我开心个毛线啊！咱们这次直接跑路去中毒。跑不了，车上就这一块碎晶，开出红川就得人力拉车。先出了红川再说，总会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没有能源，万一遇到红雾，那就是等死。哼！我当了大镖师，我要用纯晶，纯晶，纯晶，纯晶。纯晶、方晶和碎晶本质都是红晶，但品质上天差地别。我们驿站的那些水货镖师只用得起最低等级的碎晶，方晶是富豪的专利，纯晶是战略物资，民间搞不到的，你就别想了。当然，还有谁也没有见过传说中拥有无限能源的元晶。哎，对呀，用元晶，这样就永远没有里程焦虑了。元晶只是理论上存在，别做梦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做梦啊？我狗哥就是要化不可能为可能，成为最顶级的镖师，开辟属于007镖局的大陆。你干嘛？真的没路了，走岔道了。闪电球，计划我都想好了，我们只要成功送一趟镖，就能拿到真正的镖师徽章，到时候007就能像凌云镖局一样。中都，等着我们！那是西边，中都在东边。我去，这也太丧了吧！啊，你看。天下第一的凌云镖局，哦，镖头无情，叱咤风云，镖师铁手，力大无穷，能写剑走偏锋，追命疾行如飞，果然是大镖局。沈立秋，你说他们手上应该有大把红晶吧？怎么了？你想劫镖啊？劫你个头啊！看我的！在下凌云镖局无情，朋友怎么称呼？无情镖头，还有凌云镖局的各位，